Hello， 大家好啊！这里呢就是一个前段时间才考完期末的小张，然后呢，也刚想说什么来着，突然脑子一懵，全忘了。我天，现在就是一个没睡醒的状态，看我的眼睛，现在处于一种，没有，就是双眼皮都双不起来了那种感觉，然后就贼肿。不过还是想给大家录视频。马上就要寒假了吧？但是寒假还有很多事儿要做，所以说今天可能也回不了重庆过年。对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回家过年呢？如果不能回家过年的话，可以选择在外地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开开心心的过一个放松的年，对。然后等有机会的时候再回家看爸妈还有家人这些。然后呢，寒假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还是想好好放松一下自己的，就是让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快乐的状态，然后再重新调整回那种紧绷的状态。因为我觉得劳逸结合嘛，让自己就是更能消化一点，这样的话就是紧绷起来的状态就会更适应一些。对，其实想说的就是这些吧，然后大家就早点休息，晚安。